小朋友。爷爷，我想吃烤肠。好的，马上就好了。第二姐妹，晚上应该的吧？爸爸一个，妈妈一个，淘汰一个。上学开心吧？好开心啦！开心啦！在幼儿园交了好几个女朋友。马上吧。那小朋友，这么多钱呢？我们想吃更大的，是个大款呢。楠楠，去帮我买四个西红柿，回来给你做西红柿炒蛋。你没看到我给大家的事情吧？棒棒糖，棒棒糖。行，剩下钱你买根棒棒糖。好的。小朋友，只要不要西红柿，我们西红柿可甜了啊！我不关心它甜不甜，我就想知道四个西红柿多少钱？大约10块钱。我嫌不够。那不是你10块钱吗？这里面还有我的跑腿费了。回来了，哎，你没买西红柿吗？看你是几级的，怎么讲你的？我手拿流星弯月刀。糖糖，你去帮妈妈买几只虾，回来我给你做油爆虾吃。啊？下午好。下午好，小朋友，你买肉吗？不了，我要去美呀。哒哒啦滴啦哔哩吧啦。今天有特价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那必须来点。快快的买，快！怎么又买肉吃？别到吃肉，来喝口水。哎，这水都不能喝。怎么啦？你看这水多脏呀！家里的水质不好，我特意买了科乐银河净水器，8重深层过滤，能更好的去除水中的各种有害杂质，喝起来更放心。来，喝吧。别喝凉的呀，我给你添点热的。不用，它有4种温度选择，冲水秒热，平时泡奶泡茶都可以用它。那就开始买吧。好的，4种定量冲水，不同的杯子接水，冲水量也不同，可方便了。来，喝吧。哎，对了，糖糖，我让你买的虾呢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怎么可能？